我帮你整行，我啥我也整打出的，你给我把着行。行，我给你把着。让爷我试试吧。干白干完了，那都不知道是我家的，我都不知道我家有那。挺好的小姐，那可沉了，妈呀，是吧？你没几长呢？没有十斤也八一斤。八一斤，咱俩能不能杀成功？咋的也得杀成功啊！老头，我就惦记我再上回了，我就先杀，再秃了还得宰呢。进去了，你还回来？整你去送行车是吧？对。弄跑，你慢点，给远你，搁那边去。嗯，你收拾他，撒给他，你撒我撒给他这点走啊。收拾完了，待一会儿帮，待一会儿帮黑天的时候再晒。你不洗还洗这个呢？关键是砖那边这是铺上了，这三斤多。那边也收拾规矩了。哎呀！那天铺的你三九铺完了，那个我五姑父来了，说你这铺啥呀？不行，你得整那那啥，你得整条条，要都铺下边，都铺下边去了。我看这整的挺好的呀。完了后又这几个人来了，那个那啥，就光又光垒到墙，把那块扒了。那嘎达没垒到墙不行是吧？那不挖吗？刚刚下坡下去的吗？锅台面整了就能做饭了呗。锅一安，现在反正我家也使，我家总使大锅，一烧炕热乎啊。那天没搭锅台，没整。嗯呐，或者说这那天这几个人来了都，俺寻思寻思搭锅台。里屋单上了，那块儿。嗯呐，你老哥搭的。啊哈哈，我老哥都会搭锅台了。嗯，把那不锈铁、不锈钢的，你看那都不锈铁都不上锈。不锈铁、不锈钢，你这不锈钢好啊，当然得比不锈铁好。妈，我现在哎，我寻思这那玩意都挺沉的，我寻思这玩意不得这多沉的是吧？妈，就是个铁片子。妈，你这是不锈钢的，你跟铁片子它可不是一码事儿啊。这旧暖气片，这也都刷上银粉了，挺好，跟新的似的。这也刷完了。你这锅台小，人整的快，都是专业师傅，还嫌不快了。你给他弄一下午的工顿饭。这玩意儿，你看这三连柱这块就憋着，瞅着。我给你焊的那是。憋着磕的。没有，那是焊的。瞅着。哎呀，先不整好了还。我说你轻点儿，你还得磨呢，还得磨呢，还得套呢。你看你，我爷我说你先别摘这纸，你摘完这纸，反正往好擦。你摘完这纸，怕这整这锅的时候，那啥呀，再整脏了呢。嗯，真亮这玩意儿，真好哈。嗯。咋的？这个花300多。350。那个才花70。嗯。你告诉你一个不锈钢一个不锈铁吗？它能一样吗？我跟他说那可沉了。啊，那可沉了。这个沉是吧？哎，你忘了，就是你这早上整北边那个眼儿，那姑娘你那个家，这这他俩台子，他哥俩台子，那啥玩意儿你？是吗？这玩意儿就是个铁片子。